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机构周四发布了一段视频，视频显示，在俄罗斯军队撤出首都周边地区后，消防员和紧急救援人员正在清理基辅一个消防站的废墟。上传到紧急服务的 Facebook 页面上的视频显示，严重受损的建筑物周围是瓦砾，被遗弃的消防车上有单片洞，救援人员正在切割瓦砾清理该地区，消防员们聚集在一起，希望一切都能重建得比原来更好。莫斯科入侵乌克兰是自1945年以来对欧洲国家发动了最大规模的袭击，已有超过460万人逃往国外，造成数千人伤亡，并使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变得越来越孤立。